我演的喜剧怎么样？好，都给我看哭了。耶、那什么，那什么，你下戏了是吧？嗯。啊，哎呀，辛苦了，没吃饭呢吧？啊，没呢。今儿这饭老好了。有卤蛋呢，开饭了，抓紧时间吃啊！哎呀，好好，我下去了啊！哎，两盒两盒。哎，那什么，我吃完了，哎，剩下那盒你也吃了吧，不吃也喂狗了啊！啊，不是，那个不吃也浪费了，那么辛苦，抓紧时间吃饭啊！我下去了啊！啊，好好。哎呀，这么好吃的饭，怎么能喂狗呢？我吃。那个，把这个现场没用那个场子都关了啊！那个超啊，听说今儿有卤蛋是吧？哎，超啊，蛋呢？超啊，你吃的蛋呢？超啊！齁着了是咋的？我的天哪！我看看来，你这满纸黑黄的，你吃啥了呀？你是啊？啊？不是，我说这饭上这俩大坑长的。这两坑，这枣子鸭子，枣子鸭子。咱先喝口水来。嗯。枣子鸭子哈，对你编吧啊，等着啊。张慧饼。哎呀，导演。导演，今儿饭太棒了，尤其是那卤蛋。卤蛋，我蛋呢？不知道啊。你咋还不知道呢？这全剧一人一个蛋呢。这我蛋呢？没见着啊。别扒瞎，当时地上就两盒饭，一盒一个蛋。导演。对呀、啊，一盒。怎么的啊？我说你满嘴臭鸡蛋味，你说没看着蛋？哎呦我的妈，我都闻着了。不是，就问你，不就一个蛋吗？我给你买一个。不是，这是蛋的问题吗？这是人品的问题呀！你知道外边怎么传？防狼、防鼠、防剧组啊！你这是偷窃行为呀！你牵扯多少人？首先是我们胡蛋，然后是慧饼，然后是我们大导演，然后是你爹，主要是你干爹呀！你干爹名声扫地。以后你让他在商界怎么混，在娱乐界怎么混，在文化圈怎么混，他投资还谁要，白头都没人要啊，他一无所有，坐吃山空啊，他可怜兮兮沿街乞讨啊，你的演艺生涯就此结束。你不怒可走，导演呐，给我指条明路吧，我的路到底在哪儿啊？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那嘎达。拜拜。胡松，姐，不要叫我，你个盗窃犯！刀，别喊我，是你偷了我的卤蛋。姐，不要求我，裤子摔掉了。哎呀，谁让我是个女人呢？来，起来。我问你啊，谁介绍你来的？我干爹啊。干啥的？制片人。那就好办了，抓紧时间打电话，一人夹个蛋呢。啊，能搞定不？能。抓紧时间。喂，干爹呀、啊。剧组吃不饱、能不能在每盒饭里加个蛋呢？行啊，太好了，赶紧好，我赶紧同意。搞定了是吗？是，等我好消息。导演，这剧组怎么办？解散吧！哎呀，差不多得了，导演，搞定了。那个，搞定了。来，你的意思，咱们以后盒饭里每人一个蛋呗？啊，是啊。要这么整，这个剧组你还能待？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玩耍。说、不能说啊！那玩意儿能说吗？你也不能说，我都不能说。
啊，好，好，来来来。哎，哎呀，嘘，秘密。心眼力不错啊！哎呀，导演，我妈就说我是个天才。你妈才是天才的。哎，对了，导演啊，那个什么，我还给你留个蛋呢。就你心疼我。导演呢？那边有人找你呢。哎，我导演呢？导演，导演。大成，卤蛋。啊，这个小品好玩啊！马超演的好像是一个傻蛋一样啊！是是是，这被这个导演和一个女演员啊给骗了。我特别愿意看那个张瑞雪和曲靖光他们俩在台上那种经典的台词，就是我妈就说我是个天才，你妈才是天才。